唐大本要你收多少？好像是25，好像是，我看一下，好像是25。25是吧？对。看一下合适吗？你没有。没有，你如果是你就说嘛，这个东西没什么，反正嘛。没事。我主要是看态度跟服务。是吗？对。主要是正常服务、特殊服务我是管不了了，他应该也跟你说了吧？什么特殊服务？就是可爆面色生头那些我都不管了。哦，对，我知道。对，现在这个东西你这样问了，那我肯定要跟你说清楚了。对，你是模特吗？那、不像吗？啊？不像吗？没有，就看你穿的有点单调了。那出来不当调点了，那还那么招摇吗？本来干的事情都不是什么见得光的事情。你要走吗？对啊，那我们去医院吗？你跟他沟通，你要不你处理好啊？那你们沟通啊，要退钱干嘛的话，我就把钱给他，他给你是一样的呀。我现在在里面，他妈的，我万一他出什么问题呢？你跟他沟通。在评论区加入频道会员，进入电报群，观看完整视频哦。